大家现在看直播吗？现在大家应该在上班，是吗？还是出发前的化妆？化妆的是。早安，大家。哎，开到几分来着？开到33分。到33分，OK，早安大家。虽然只有10分钟，但还是播个音乐。是的，公演前的突袭，没有好不好？还要蛮久的，还要蛮久才要公演的。还有半天，还有一段时间的。也想说，公演完应该就太晚了，应该就不会开直播，所以就公演前开一开。播的音乐。想要去买充电线，我充电线，我充电线坏了。大家，对，怎么有一颗？导演，上班加油！你们现在应该在上班，在你们上班的时候开。发现你有什么来着？就有些女生，她们是习惯化妆会开嘴，但是呢，我是习惯化妆会，我是会抿嘴的人。我说你化妆一定要开嘴吗？但是呢，我是化妆一定要抿嘴。谁化妆会嘟嘴啊？有人化妆会嘟嘴吗？我们频率又近了一点吗？但我没有听太多哎，有没有每一首都有听到？但是大家。我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嘞，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，三五好友，那叫什么名字啊？那是唱评剧的那个歌手，
办了演唱会，然后我有去看。哦，对对对，李翊君，大家有去吗？我第一次在现场听评剧，好酷哦！不再受到广告干扰。还有公演无人到处的萌新会员票跟小罐红玫瑰，免费体验 Spotify Premium 一个月，免选横幅广告，获取更多资讯。撞到日本啊！我试着了解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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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而且觉得就是现场大合照，大合照，现场大合照，现场大合唱，评剧很好听，很感人。画眼线的时候不能讲话。哦，跟大家说，忘记跟大家讲，大家请务必要指定，大家请务必要指定我的声写真，因为昨天那个姐姐声写真的姐姐来跟我讨论，然后我们就选了一张很白痴的指定款，那张指定款应该是我声写里面最白痴的动作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大家。请大家务必指定。然后他昨天就传了一堆照片给我，就是传了一堆很白痴的照片给我，然后我就说好喜欢哦，然后他就说好喜欢哦，好想拿来当声写真哦，然后我就说不行吗？然后他说你 OK 我 OK 啊，然后我说我 OK 啊。然后他说那你想要哪一张，然后就挑了一张，但每张其实都很白痴，最后挑了一张很好笑的。算了，睫毛去那里再画好了，睫毛去公园再画，大家要记得指定深写真，我比去年特务夸张的指定了，有，有哎、欸，这我有点正方在干嘛的一个指定款，对，现在姐姐说她也放飞了，她说她现在也在放飞，她在放飞，快要毕业就这样，我说我，快要毕业就放飞自我。嗯，他也倒数，他还没倒数吧？他还继续的感觉。又还长头，头发真长好快哦。很辛苦，还没公演，还没公演。为什么有薄纱？因为没有薄纱，没有成员会穿啊。接下来放红玫瑰，我们已经小抗拒了，大家不能再更多了。所有的，虽然那个薄纱是本来那一个泳装的款式，它的款式原本就有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是被他背负了很大的成员的压力。有没有说，姐姐真的要这样吗？
想快转到公园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33分了，大家等一下，我会发文，我会发一个深写真指定款的 reference， 我会发一个深写真指定款的一个 reference， 大家可以去看看。拜拜，不是。